明恩先生。手风琴也是一个携带很方便的乐器。有一次我在以前有位王建先长老，他要竞选总统那一位，我在他的教会里面帮他施行，一般韩国宣教士吓一跳，奇怪怎么有管风琴的声音，他说，因为我是这样弹的，我右手没有碰琴键，没有碰黑键白键，他说奇怪怎么有管风琴的声音，我就弹左手，这样弹。
我总共会20几种乐器，也许只有我才有资格讲这句话，就是二胡是全世界最难的乐器，但是声音最美的，让人家想掉眼，美的想掉眼泪的乐器就是二胡。